哎，大家好，这是 Nix 为了来原神的游戏视频。现在呢是 4.6 版本，这边也是解锁了这个新的，这应该是它的主要活动。但在这之前呢是有一个战斗的。哇，这个任务没有震惊的研究，好像最早叫研究，现在是什么应用研究。这个任务也是没有剧情。之前我记得好像还会有一个 NPC 给你说一说，哦，好像是有。总之是说一说这次是在做什么吧。之前说这个是大名鼎鼎的派蒙，我记得好像是在到期的时候，是到期那个贺关岛吗？还是什么？这个任务我们之前不是做过吗？这两个人是不同的人。荣誉头衔是发的。震惊。所以之前我们这个什么震惊的研究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应该是有这个活动，并不是第一次做。但是这两个人说实话，之前这种特别小的活动的剧情都是很短的那种，也是不太清楚之前的震惊的研究人是感觉不是这两个啊，这个东西倒是跟之前的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俩。
好吧，这样看一下这个活动，一共六场，怎么啊？等于40集、70集哦，90集，好吧。这个东西倒是知道。我想看的是什么？触发扩散反应，风元素暴击率提高，等于是这两个人我都没有。而且还限定是风元素。我现在在想，我是用这两个试用的不好使啊，还是说就完全放弃了这个风元素输出的这么个想法？触发扩散反应后，可以直接增加精通。第二个是什么？释放元素战技。这个跟输出职业应该是没有关系。也不是没有，是跟风系的输出没有太大关系，其他系的输出值也是可以吃这个的。风元素加成是吧？最后一个呢，攻击命中，那就都变成这样的一个 buff， 应该就会不受影响了。怎么看？敌人，哦，这个地儿也能看这个，好吧。等于这边是史莱姆很多，这个水应该比较难打。估计上层放一个火系的，目前我的想法是香菱。这下边这些敌人有盾，这是人形怪，然后一帮史莱姆，下层我目前想法是可能放一个纳维莱特，如果上半层的话放香菱胡桃都有影响吗？等于是这些怪是没有伤害，我可能还需要一个巨怪的。有点怪，不过反正还是要巨怪的。算了，这边有水怪，然后带一个雷的应该没有问题。这边我找的是我不太清楚上半层的这个东西，就是水晶有多少，然后 AOE 有多少。总之先看一下吧。
这个友谊不太好啊。这等于是一定需要巨怪的。下半层这个我觉得应该，其实你就是一个远程攻击的，应该是没有关系。我甚至觉得这个样子就够了，因为你一个 E 的话，怪是能聚住。但是重击下路攻击的伤害是没了，是吧？那就这个队伍其实全部改成元素精通。这个可以变吗？这个也可以变。扩散是不会发生。元素战绩还好，我看了一下，开始出这个大蘑菇了。我的血条呢？这循环真的好难受啊。还是这个队伍配的不对。安全距离确认。吸引テスト開始。雨描き方し。行秋是怎么了？能量为什么不够？这个完全不对啊。我觉得还是队伍的问题。带一个巨怪的。然后需要攻击能打到人的就没有了。你是有 AOE， 但我不觉得你的强度够。
普攻重击下落。你有下落攻击。有点奇怪，但是怪少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怎么去上一层？这边扩散后增加伤害，还是加精通吧。这伤害应该是对胡桃有用，但是能扩散的只有万叶。就等于是这波的小怪就全都靠万叶打应该。怪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明白了，我胡桃的装备是错的，这个队伍怎么循环？你的剑也没弄。これが怪談を滅ぶ。逃げ道はあります。私は帰る。知恵の伝道。炭になればいい。
球过期了。好吧，我现在有点不太清楚我胡桃该不该换回装备。这个游戏真的就是现在这么多版本，剩余物也多了，换来换去的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刚才小怪打半天发现，感觉这种怪你一个重击应该就能打死的情况，都要打两个，应该就是完全装备是弄错了。等于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草系反应，恢复能量。重击这个东西，感觉这个 AOE 更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这个可能更偏单体，偏单体的话，这个样子，元素伤害加成，命中后一直减抗性还是不错的。草元素反应，元素加成，等于是抗性更好。80，其实这应该收益都有递减，这两个应该是都有递减。敌人有抗草高的吗？好像没有，但是有抗水高的。但是这个对我不会预见，等于是把第一个换成这个吧，这个应该是更容易发动一些。这个效果它一直常在，这个东西如果丢了一层的话就丢了一层，应该影响不大。这么一个队伍，然后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需要 AOE 稍微多一点的。我要放两个人吗？其实可以放两个人。
对，这个样子。有一个问题，你的装备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把西风枪，经常是，总之是换来换去的。草元素反应后，这个队伍应该是会一直在触发草元素反应。我觉得把这个降抗性的先给弄上。元素战技，而海森的那个技能，它的攻击算元素战技上，元素加成可能更好一点。当然，这两个角色应该是更吃元素精通。元素战技或爆发，好吧，还是这么着。这样的话，应该是这三个人都能吃到。释放元素战技就有点放的少了。你可以先，一般你是先放，然后再开大，你的大可以吃到。这个我不太清楚，你是放完之后，这个效果是在奥兹出来之前生效，还是之后生效？大概这么一个样子，看看。这个时候是不能换武器的。这就一个吗？这就一直一直的出，天哪！怎么你为什么在倒车？我以为这个东西会爆掉呢。嗯，这个是什么？这个好像有好多的那个遗迹的那些机关是吧？好像刚才那个也都是遗迹的怪。
嗯，好吧。这是一只新的还是什么什么情况？这么简单啊。好吧，这个队伍至少配对是对的。生命提高或降低。嗯，敌人怎么看？就是上层可以放纳维莱特，下层这个感觉能用胡桃。这些怪说实话不太清楚，先看一下吧。配哪个队呢？有一定的 AOE。可能这么样子，这个第一个可以普通三秒内连续命中敌人，增加元素伤害加成，就是说你每次要平 A 一下再开技能。三秒内连续命中，这个在场下的攻击命中算吗？但这个谁打应该都没有关系，应该是你就可以生效。好像是每个这个效果是第一层的收益最高，我估计就这样，应该是不用变。然后这边呢，我是调胡桃队。需要抗性吗？感觉不要抗性，要伤害。这个怎么调？这个全队应该是一直都在降。
生命降低，我觉得一直的降防御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连续命中，加一下胡桃的伤害。这个的话就是所有人都平 A 一下，试一试。所有人都要平 A 是吧？这个 A 怎么弄？太想不起来。循环不是特别好，不过这个队伍倒也是循环乱的话也倒不是特别受影响。等这个队伍是谁？叶兰要平 A 一下再开技能。有点麻烦。我天。我就不开了，这个太难受了。
发现眩晕追人，这追怪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形象。有点尴尬。至少装备穿对的情况下打起来，或者这个队配的都行，这个真的是感觉好难受啊！我在想，甚至拿温迪就是生打应该都可以。这个怪应该好像出的比较少，我之前这个怪放到了上面，我以为一开始就是要打这种怪，感觉特别难。这个好像是一开始出了好多蘑菇，这个倒是就是一开始出这些球球人，然后是好像是出这个，好像他们的顺序跟。出场的顺序、名字、图片，总之是不是，并不是说谁在前面是谁就先出。这又是什么？这个怎么看？角色受到治疗暴击率提升。加充能。暴击触发水反应，就是你们俩可以随便配一个队伍，也不是随便配，但这个怪如果很多的话其实也比较难受。这个能这么挪吗？不能。火系的人，上层可以放纳维莱特，应该也是有治疗的。他是自己给自己治疗。如果是放纳维莱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 AOE。我猜是这么出，这三个一组，这两个可能是一组。等于这是波数很多的那种，可能还是这么配。释放战技加充能，我觉得没有问题。治疗后暴击。这个应该是会一直在触发，不对，这等于是你每次要先放技能，没有水的话是触发不了的。这两个哪个更重要一些？元素伤害，这俩可能改一下。暴击应该是感觉更收益更好，但治疗的话，这些两个人用不掉。
这样子呢？冲动的不要了。然后这个队伍是吧？你这么配，如果是这么配的话，这个水够吗？这么配感觉水不够。感觉有点怪，但是可以试试。但是这些怪看出多少，如果出的很多的话，这个单体的输出其实感觉不太好。但是这个队伍也没有什么能配单体的呀，水反应，就说以你为核心要配一个队伍。然后还要有 AOE，真的不太清楚胡桃这么配你的，主要是胡桃碰到这个狗就心虚，咱们试试吧。刚才配打起来，感觉这个队伍打这种波数很多的，还是挺好使的。这个应该是全队一直在治疗，水元素相关反应。可能水元素反应一开始发动不了，我估计可能你的元素战绩这两个拧一下，也是循环的途中，你的元素充能起来。然后一开始的话，把这些收益直接是吃到，试一试。好，忘记了这个怪是什么了。我只记得有火史莱姆，之前是有一个什么 buff 是要触发水反应。估计可能这次纳维特先开大，这是活史莱姆。風の行く先をもみ違う血山大松となるがいい。あなたも行くぞ。炭になるがいい。断罪の名に風の赴くままに静粛に雲を借りなく一緒に踊りましょう。高き者、私は最後風を知れ。これが海山を滅ぼした力。風の行く先を風かのように雲の大松となるがいい。一緒に踊りましょう。
訪れは神格が示していた。これはどうかな？怎么回事？我的刚才那个万叶应该是没有技能，没有发动。什么东西？不对。这等于是最理想情况下，那个大怪出来的时候不能让他们召唤，召唤的时候好像是他的抗性特别高，在他们召出那个动画之前就给他解决掉，应该是。怎么回事？这个出怪循环不上。这怪去哪儿？我刚才是不是 miss 了一个 E？ 啊，是怪死还是不太清楚该配什么打。这些狗真的是主要是太浪费时间了，他们经常会传送，而且这个怪刷的频率感觉跟胡桃不像之前那个东西，好像是这个至少就是能循环，是能挂上钩。这边有时候就是前一波怪死，然后下一波怪刷出来，你往那个怪跑的途中你的技能相当于是没了，需要再重新循环一遍。这是什么？又是火元素反应。哦，可以用你。这是什么敌人呢？火元素反应。感觉这个更偏单体。
这个可能是 AOE 的。这俩人是没法配的。如果是 AOE， 下边是单体是吧？上层。好像你有点 AOE， 你的平砍的 AOE 感觉比胡桃高一点，但是没有。等你 AOE 的话，你需要队友来帮你完成。我估摸着可能要带，单体的话行秋水够，如果是 AOE 的话行秋好奇怪啊，这怎么弄呢？这么弄香菱这边能真的是好讨厌。不带班尼特的话香菱我感觉你这个武器给换一下吧，换个。刚才瑶瑶带的是什么？好吧。这个队伍怎么循环呢？他想把谁放到什么位置上？等有这些怪，生命之气，哦，或治疗后，好吧，这个其实我理解错了。对敌人造成火焰素伤害后，这个香菱应该能吃到。香菱的大我记得好像是前，总之一开始应该是，哎，好奇怪，香菱的命之作没法看。我知道香菱六层的命之作应该是不受他自己的对他的大没有影响，但是说如果他的大一开出来后对敌人造成火伤害，这个能吃到，应该能吃到。他说我要先提前丢锅吧，火元素相关反应。防御我觉得对队伍的伤害提升应该是最高的，这个的话就给自己可以，我觉得这个配的应该没有问题。然后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偏单体的，需要火属性。受到治疗，你的攻击可以治疗，但是这两个火系的东西就没法儿对敌人造成火元素伤害后，那还是胡桃队。敌人有多少？这是飞天的那个东西。可能还是
没有变，还是这个队伍。然后考虑一下受到治疗后，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发动的。造成火元素伤害后，等这个比较限定。暴击伤害触发火元素相关反应，这个应该会一直在发动，因为你一直在加血，所以给你加一个暴击，全队应该是都能 吃到暴击。火元素伤害后，这应该是只有胡桃能用，所以给你加火元素伤害，最后再弄一个降防的，可能这样更好一点。你什么属性？就是所有适用角色神秘的135充能。圣遗物倒是一个新的套装的圣遗物，好吧。我记得你是怎么着，你是先E一下，然后我其他人循环，循环完之后再开打。这个队伍的循环倒是异常的顺畅。现在有点问题，我刚才零人的大开歪了。你还有这个意吗？最后循环乱了，吃爪还是打打着就找不到中心了。千人の悟空軍が終わりね。撤収。
呵，这个怪厉害了，他也跳。那应该是怪的水光环应该是没了。可以，这个怪真的是好奇怪，之前为什么胡桃打这感觉可能就是太多了，这个应该是正好，其实也有点难受，刚才我是没有，如果完美的话好像是这个怪是平着出，胡桃一个重击我给它穿过去应该能穿两个，但问题是我这水也不够，有时候好像就是叶兰的攻击没有打到一只怪的话，打上去应该这个怪是带的火光环，伤害也是很奇怪，不，总之不稳。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个这个怪打了两个重击才打死，应该是之前已经循环过一遍了。哇，这是什么东西？结晶反应？好吧。不过我倒是有两个练过的角色，倒是可以看一看。这个怪伤害很高，这是一个 AOE， 我估计又有点，那 VR 的话我想配班尼特，但是这个怪倒还不太一样，我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打的时候感觉那么奇怪了，因为这只是一个90级的怪，这应该不是螺旋强度的怪，我猜可能只是90级，螺旋好像是100级，我记得是，所以可能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弱很多。可以，那我估计就是上层放纳维亚的，对，班尼特要换装备，这个真的好麻烦啊！我现在角色配装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得死一件。什么声音？得死一件装备，然后基本上就不换了。但有些时候真的是，那香菱，我已经有意识的多配了一些充能。实际上，他应该是正常跟班尼特是用不了这么充能的。但有时候还是，不对，这是他正常的东西。有时候换来换去的。装备的一些充能乱七八糟就会越来越怪。现在问题是谁拿着你的治疗套装呢？心炎？看看帽子就知道了。我有看见心炎吗？应该是你，杯你现在拿的就是这个，那个不是杯，那个是什么沙，
武器应该给，只要你充能够就行。但是你是一个加血的是吧？然后纳维亚的武器还给换一下。然后我怎么记得之前是谁呀？我好像把一个奇怪的枪给了钟离。哦，不对，他应该是跟香菱换的。我刚才把香菱换过来了。这真是好麻烦，弄了半天，退出来退进去，我一会儿之前想的东西可能就直接忘记了。像这边我放了个弗琳娜是干嘛的？黑队的，可以这么配。如果怕死的话，这边有一个岩盾，我估计可能要这么配。那这个队的循环，到时候再说吧。释放元素战技，元素伤害，造成冲击波，暴击伤害。这切角色应该是能一直发，这可以留着。这个东西。能看切角色持续12秒，我这个队伍应该不会说超过12秒还不切的。那可以，这个可以留着。然后释放元素战技，这些人应该会一直会放战技，所以这个样子。元素加成的话，获得碎片。你应该是先开大，开完大之后，感觉没有问题。这边队伍是什么？一帮奇奇怪怪的东西。哦，这个队配女仆，当然弗伦娜被用了。之前没有想到啊。哦，钟离也被用了。啊。所以给你换换队伍。我才发现延续队自己抢队友，延续队好像是跟自己抢队友，能 buff 的就一个人，但还好你算个盐，你只是属性是盐，但是你跟其他的输出的角色你是吃攻击力的，所以你可以跟班尼特配上，这也好奇怪啊。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可以这么配了，就是把你把延续的人是分开来，让这些东西需要变吗？释放元素战技，你肯定会放，切换角色，这个应该不用变。这边的哎。弗伦娜还是没法，还是在。女仆没有弗伦娜，我不太会打。所以你还有什么队伍？你跟香菱配是没有问题。再想一个，奇怪的队伍。
就我感觉这是什么队伍，这个队伍换了沙滩我感觉上应该都会更好一点，而且班尼特的装备我要换回来，他现在是一个加血套装，真麻烦，算了不换了。主要是这边演戏队你一个队伍你就要配，你就要上三个演戏的人，我应该就是不喜欢演戏，或者我应该是，我主要是不喜欢演戏反应完基本上是就是跟没反应一样，所以说抽的也是很少。哦，等于是之前应该是谁，阿贝多跟那个谁来的，总之是两个应该是场下的人，所以说要是有这些人的话应该是你随便队伍中你塞一个都行，这边我应该是抽的全都是替换不下来的人，所以说感觉出来了配对比较奇怪。你应该会一直，五郎应该会一直产生这个碎片，切角色加暴击碎片，你的元素战绩时间太长了，我要把这个可能给改一改。大概这么一个样子。所以这个队伍也有点奇怪啊！哇，行秋先，还是要行秋先开。这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人呢？我天！没暴击，然后 buff 没了。循环完全是有怪很少，然后我其实可以再试一遍，这对我主要问题是那些盾太难破了，而且循环也是不对的。这个盾好难破啊，就是这个要钟离一定要放到这层，怎么这么打？
还是有问题。刚才好像刷怪也是怪刷得很散，班尼特的圈就直接出了。这是只刷了一只怪，所以这个队伍配什么？我还有一个延续的人，我还有延续的人吗？我真的没抽延续的人，都没得使了。哦，我知道了，可以是把你给变了，但是又是太麻烦了，算了，就这样吧。我觉得官方给的那个试用角色真的是好奇怪，这么配两个队伍，而且还都是以延续为主的话，就给的试用角色还都是老角色。这个天地長久、剣女盤石，就是这帮怪物还要先什么玩意儿？这是谁想出来的？这个也太恶心了。奇怪，又 miss 了，天哪！这个太……我知道什么问题了，我知道什么问题了，这是我的循环的问题。我班尼特不应该是先把球给自己吃了，应该是把球给香菱吃。刚才那两只怪就是血太少了，是吧？不是血太，是球出太少了。
盤石。天理チョーク。完。ファイヤー！な、イワゲンソなんだけど。全力攻撃だ！燃えろ！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叩くマリ。やっほー！セット！あと何発でしょう？嗯，这会儿我的东西是打出来了。天道，ここにある。ガンザン八九。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れば。料理の時間。どうぞ不意打ち。あと何発でしょう。それ、せ、あ。天道板書。燃えろ。等于是这两个怪的血太给的球太少了，完有 miss 了。这怎么办？你有装备吗？你倒是有装备，那你的武器不对啊。哎 ，miss 了。难受，好吧。这个我就没辙了，而且队伍的配合也是，也不能说没有配合。我估计可能是把换成主角，应该是能，就是对延续 buff 应该是有一些。你这个 AOE 刚才，而且。这个敌人真的是好奇怪啊，就是上来这个怪多，所以说能量不成问题。这些怪全是给特别小的水的能量，正常应该是有一个钟离的柱子，所以说柱子产生能量应该是更好。
刚才这边好像还 还 miss， 而且平常的话你应该是拿西风枪的。我专门我记得装，我当时给他配装的时候专门是堆了好多的，就是刷了好多防御加暴击的，就是为了触发西风，结果武器还忘换了。我觉得这边应该是给这两个人，或者说你俩的 是重复的，你俩都需要五郎，就相当于是这三个人是只能配出一个队伍来，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配，或者说你再多给一个场下的一个角色，这个队伍配起来至少就会舒服很多。刚才真的就是好难受。这个队伍也是我发现好像挺有意思，这个岩盾我猜是不是官方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刚才是第一波总是很难受，第二波他冲过来的时候，他冲的时候应该是不带敌人的盾，是没有那个举盾状态的，好像有一波是成功的拿纳亚是把敌人现在是给直接给狙击了，还是挺有意思的。好吧，没想到这个任务打了这么长时间啊。倒是要求不高，只要4000分，就等于是好像是10000分之后这个能变再升一个级。这东西我估计可能我配对应该是能弄出来，像之前这个队伍好像就是逼着你用风系，我没有配，感觉好像也比这个就是我硬配角色不够，我硬配出来好像效果要好，可能是看一看的话应该是能给刷到分再刷高一点，但是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这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这个任务是快过期了，所以说在过期前吧赶紧给弄一弄，就等于这个任务真的就是没有剧情，就一上来有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的这个说话还是没有新的对话。好吧，可以，那估计就是这么一个样子。这个任务呢是过期之后应该是这边一斗的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音乐的演奏的东西，这次给什么东西？给圆号了。我有点好奇官方这边最后是要给多少乐器。总之是这应该是这个版本的主要活动，之后的话呢是可以录一录这个东西。这期的这个震惊的研究就落这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